这个就是分封团哈、哦，要分出去了，但是呢，被挡王板挡住，蜂王就在里面，出不来，所以呢，飞出去的现在要给我飞回来了，大概再过40分钟，它会从那个挡王板的细缝里面慢慢回去。这里就是垂钓起来的，摸起来很温暖，要不要来玩？赶快来玩哦！这次闹分蜂的蜂量啊，从这里看大概有2匹、3匹左右，所以等一下要把它收起来。哇，这三匹蜂安静之后，开始就要准备出去了。通常这个时候就是侦察蜂找到一个位置，然后这一群挂在外面的蜂胡子就开始往新的地方去冲，所以你看它从那个巢穴的地方往外冲，满天都是三匹的蜂量，飞到天上，非常恐怖的。我来看看它跑到哪里去，它跑到11楼和10楼之间，要开始飞了，很壮观。这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它就飞光光了，又散掉了。它外面飞一飞，结果没有找到蜂王，所以从10楼又开始往回，刚刚飞出去的那一团。现在又开始乖乖的回来了。录2分钟就好，不要录太久。你看那个巢口的蜜蜂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这时候旁边的那一箱啊，巢口要把它关到最小，不然哦，回来的蜜蜂会乱闯。你看刚刚飞出去的那一团，找不到蜂王，等不到蜂王，现在开始回来了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吓死人了，很刺激哦。哦，越来越多了。没关系，那么多，不怕它吃。等一下就把那个洞口全部都塞满。那个胡子又出来了。蜂胡子又出来了。你看它开始进去了哈，这次团聚之后呢，蜜蜂就会开始回巢。你看它开始钻进去了，哎，这次钻进去之后，如果不拆箱的话，明天又会再绕跑一次。所以呢，这次回去之后，我们准备下午大概5:30的时候来拆箱。为什么要5:30？因为5:30拆箱，接下来就天黑了。天黑之后，它也没地方去造反。就慢慢稳定下来。你看它的巢口从挡风板、挡网板里头哈，慢慢回巢了。它第一次离团飞走，它不会从这个挡网板里头钻进去。但是第二次离散之后，它就会回来。